心啊，睇路啊，有车嚟仲喺度倾电话抵你嘅，死制爆啲诶黐孖筋喺度。在马路好深啊！以前佢都有教啦，呢啲广告咩唔好听沃敏定乜鬼嘢？好，啊呢啲系冇睇，唔留意交通路面情况又系要抵上去 teacher lesson 啊！呢啲真系要啊，唔睇马路嘅，明知马路危险啊，又唔四围望下。跑步咪跑步啊，会快啲嚟啦！一拳殴落去啦，死女包！差佬有冇啊？冇差佬，冇差佬，斗落你几个，兜你个头，踩爆你，啪 ！What 啊？有三星噶啦，已经系好难玩，话俾你听。砰！哇，周围都系人，四方八面，直升机都嚟紧，射爆直升机！哇，会太癫！直升机个神枪手俾佢击落，哇，成身子弹窿，大镬啊！救命啊！哇！我就系挨到五星，会唔会太劲？一开头单靠手枪，我要成到呢个差佬做咩事啊？精神病啊！新火鸟二式 MC 啊嘛，铲上去，车都未熄就哇哇哇！哇大佬，救命啊！喂，冲埋去！喂啊！前面有十字包争少少啊！食埋应该可以冧到五星电脑，讲真，上车执下枪。Oh my god！ 啊，倾电话，倾电话，你知唔知喺街度唔可以随意咁样倾噶？一夜住到黑嘅冇钱啊！死白鬼，种族歧视，种族歧视啊，种族歧视啊！啊做咩啊？试下咩机场嘛，揸埋去机场睇睇啦，边度系机场啊？收几钱啊？去机场我哋睇下的士钱几多钱？我即刻落车，即刻头发，哇，$43，咪走啊！即刻拉出嚟！攞出，又似你。一日兜落去岂有此理啊！$43附加费，金箭夹食屎狗，哇抢翻得$12，我俾$40几，岂有此理？中间偷我食我夹棍啊！呢、這个就系机场跑道嘛，偷飞机先，好贱！佢收附加费仲唔嚼佢啊？啊！你黐线噶咩？我坐咗咁耐先收咩附加费啊？又冇攞行李，啱唔啱？咁咪抵打先？啲契弟奸商一定系嚼噶啦！哇，已经有人通缉三星精神病，俾人发现咗嗰三个契弟。哇，前面系咪飞机啊？即刻揸飞机走啦！差佬嚟紧啦，已经救命啊！呢个唔似飞机喎，咁嘅样噶喂，嗰一部烂机嚟喎。边有飞机啊？好惊啊！啲差佬死差佬嚟噶啦！我直升机攞灯照住，黐线！攞架车，喂，是但俾架车嚟！哇！救命！哇！咁易死啊！咁即刻抢车走人！黐线，飞机都未见到，嗰架机烂机唔知咩嚟嘅，摆落去伪装嗰啲大陆嗰啲咁样假嘅机场系假，摆部伪装嘅喺度唔知做乜鬼嘢，弱智行到埋去先发现远距离睇落去以为飞机咁样捐入去假啊！哇，你女嚟嘅性感睡衣啊，有冇得着啊？喂，攞啲女嗰啲衫啊、胸围底裤嚟着下得唔得啊？唔得。